先看看阵容，先看阵容。对联方的女儿，对联方的女儿拿到了一速，方寸也拿到了一速。等等，不对，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算一下啊。对联方难道是一二速？真的是一二速？看看是不是开场的点杀啊？先看看，如果是点杀的话，再拉关注。先，万一对吧，错过了这个点杀的精彩的时间。哎，如果死了，咱就说素来啊，紫禁城的女儿已经倒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拉关注都趁，哎呀，有狮驼岭，我的个乖乖，赶紧拉关注吧。虎镇小客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虎镇小客英镇是吧？你们查一下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恭喜你说反了是吗？啊，让我来看一下，英孝镇，英孝镇小客，小客湖镇，是的，是的，紫禁城小客观战坊啊。啊，晚上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七的直播间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话，是由对战方紫禁城对战的是观战方的一个刘西河。那么紫禁城的话是一胜一负，刘西河的话应该是一胜一平。哎。刘西河是不是一胜一平，兄弟们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咱们刚才看刘，哎，咱们刚才看刘西河的时候，突然想不起来了，就是，突然想不起来了。刘西河的没看，三分是吧？啊，都一样是吧？一胜啊，平了是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对战方的话，他是选择了一个催眠战术，宝宝自己打自己，没有打开，可能是顺势的宝宝吧，没有撞击，谁克谁，鹰镇小克虎镇，兄弟。对战方紫禁城小客观战方刘西河 5%。 那么观战方的话，阵容上暴走老师是一个女儿村，而对战方经典是女儿村曼珠沙华，然后荆轲那一个前排的猫灵是方寸，队长是普陀，前面的是摩天宫，后面是狮驼岭，直接给砸开，想套路观战方。哦，点杀，如果不是点杀直播剁，直接砸开之后封狮魂，感觉对战方这一个配合有点秀存在啊，真的感觉对战方有点秀啊，真的感觉真的是有点秀存在了。这一波操作开刀2900，兄弟啊，防御位开刀2900，这就是方寸山的厉害之处。方寸山配合点杀降属性太猛，知道吗？就是方寸山降的属性是你完全招架不住的那种，就是感觉特别虚弱，这样摩天宫垫过来少说得是3500开外，好，4200舒服，直接放倒在地封杀，直接是放倒在地封杀。他的狮驼的话点的是连环击不取消变身的一个精满。那么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兄弟们，这里是 CC520 2017年武神坛明星赛的第三场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不能换一只宝宝打吗？我记得我看 NBA 的时候，有一些解说经常会说到，说不要给那种顶尖的射手在同一个位置上两次机会，你这个就属于是明明知道自己打不开，你还第二次打。大死亡拍过来，那么是拍的观战方的大堂，观战方因为是大堂官府还是有物理因素的，对战方摩天宫直接群秒。这回合的话反正也是要开了，对不对？你打不打的都是要开了，一定要记住。而且我想说的是，不要用龟速给催眠的单位吃五龙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有可能把自己套进去。你像刚才他这个单位，就是他们对面的话直接是哎起来之后直接喝酒了，这是有因素啊。那看这个样子，观战方这是非常自信，有一速啊，要不然不会喝酒的。难道对战方的，我说对战方这个经典还没有抢到一速吗？有速度位啊，是不是有哪里搞错了？经典能难道没有速度位？他有，是不是观战方自己懵了，还是说想靠这个不原谅控制对战方来着？但是你自己是在催眠当中啊，加过流云了是吗？咱们来看一下，对，加过流云了。有兄弟说，那要是这样没得说，只能惊青啊，被点了吗？是的，观战方的女儿村是龟速起来直接喝了醉生，他脚底下这个效果是醉生啊，你仔细看踩着水，现在醉生的效果已经改了啊，醉生的效果已经改了。场上呢是第五个回合，对战方狮驼岭的话点的是连环击不取消变身的一个精满，刚才是直接开刀2900把观战方的一速女儿村放倒在地。那么观战方这边的这个不原谅运气不是特别好，两次用自己的宝宝打催眠都没有打开，还是没有速度，
还是没有速度，因为人家是速度位啊，人家兄弟们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 15% 的速度位？他自己也是水清的，知道自己没有速度位，直接出了一只顺法的须弥破分身，这是要点对点方的方寸吗？这是要点对点方的方寸吗？破分身了，但是点方寸没有小死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我告诉你，点方寸没有小死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果然是点方寸，没有小死亡没有意义，因为方寸有猴毛，随时都可以起，猴毛的几率在 80% 以上，这个不是跟你开玩笑，直接连环击干大桃，刚猛兄弟，没有物理因素，创造物理因素，对不对？双方都没有地府。对着，哎，刚才我还没给大家说完，这个鹰阵的两速两翼的位置是 15% 吧，兄弟们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猴毛起啊！猴毛给我起，不能打起你的脸，我说在 80% 以上，你信不信？没有小死亡点方寸真的没有意义，给我起啊！猴毛给我起啊！好，没起，真他妈让我失望，真让我失望，真的很让我失望，炸裂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，让人毛学的不起，普通普通，对，真的是忘记带毛了，没带毛是吧？很自信，没有带红毛。观战方一把双金青啊，观战方这边呢是一把双金青，4700，兄弟要注意安全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吃上一个大的回伤的药，自己起，自己身上有催，那这样的话是肯定是催观战方的医术了，要么催医术，要么催法系。你猜他催谁？我猜他催的医术，我猜他催的医术，给我进去啊！催的普陀，反其道而行，对不对？你越觉得我说我催谁，我就偏不催。然而我谁也没睡上，这样的话，对战方的普陀山要对战方的普陀山要给他补一个灯啊！双方都没有这一个地府的情况下，大死亡的，要一定要注意大死亡哈。观战方太难打了。兄弟们，你们观察到没有？观战方连二速都没有。对战方的方寸，他有速度位，虽然他是一个猫灵卡，但是呢，他的速度是快过了这个暴走老师。这个暴走老师是女儿村，你毕竟是虎阵，人家毕竟对一速下回合就开了。你关键的问题是，人家这边9100，9100，兄弟，贾乃亮，贾乃亮是啥意思？你们都知道。我去做头发了，假的，贵圈真乱呀，真的贵圈真乱。那这样的话，观战方一速，观战方是刘西河，对战方是紫禁城恶魔。对，现在的话说贾乃亮、王宝强跟陈羽凡三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结为异性兄弟。从今日起，我们结为异性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绿。被后世称为贾宝玉。那这样的话，观战方这边的话，说是完全没有速度啊，两个风系的情况下，在两风系对拼的情况下没有速度的话，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。而且对战方的话一直在清着一个虎头位的宝宝，那这样的话不原谅的宝宝飞掉。好的，由大唐解开自己的不原谅。实不相瞒，兄弟们，我说了之后你们别骂我。我经常说解说一场比赛打了半天连门派都没分辨出来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看见这个不原谅是什么门派了吗？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看见他是什么风系是吧？武装是吧？这出灯了啊！对，出灯了啊！这个我是知道的，我就是故意问一问。他是没出过手，但是呢他出过灯，我就是故意问一问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出过手，他确实没有出过手啊。对，他头上出灯，这个我知道的，他刚才是出过灯的，但是他真的没有出过手，你知道吗？挺可惜的。对战方的话毕竟是风系一二速，对战方风系一二速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清风望月有吗？没有清风望月。那这样的话对战方是一二，观战方是三四。对，他头上有这个血量的话，就是武装的血量低于 70% 的话会触发着一个生命之拳的一个效果。满天花雨的大堂吐了个豆，我炸石头灵连过来了吗？世博5500大龙龟啊！我感觉
我感觉我现在不只是会指挥了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连算命都可以了。难道说他追击是追击速度快的那个宝宝？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师兄领追击宝宝有规则吗？一回合三飞啊，这个是虚弥被力劈爆9000多，不是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师驼领师伯追击宝宝是随机的吧？如果是随机的话，也就是说我还有做算命先生的潜质，对吧？我刚才说追击龙龟哈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有不轰轰睡，我是说追击宝宝有没有规则？如果没有宝宝的话，他会追击人的，知道吗？如果场上只有一只宝宝的话，他的师伯会追击人。催眠一速命中，对，买风波镜可以赚钱去了。我又买墨镜吗，大哥？我在 CC 号称是什么，你们心里没数啊？哎，对联方只是来催眠控制一下吗？对联方自己打了个催眠，然后用大锁打开了。哦，是点杀，催眠的点杀，控愤怒，主要是为了控愤怒这个催眠。不要觉得对联方傻哈，不要觉得对联方傻，对联方一点都不傻，他是为了控愤怒。那这样的话，对联方还有一只力劈啊。对，这算命先生的标配。大哥，力劈往哪劈呢？这一波点杀失败了，头上有灯，死不了了，死不了了。反而自己的方寸山要倒，这都没倒，兄弟，血量回的挺快啊！我先把这个凌波城拿出来，一会儿肯定他们会喊我打华山呢。微微，一会儿你去给他打。如果沙莉要是调戏你的话，告诉我，我回去教训他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战方中还是赌了一只须弥啊，但是很遗憾，一只须弥没能带走，直接送一把精青。哦，对，赌了一只须弥，为什么方寸不砸波钱呢？方寸要是砸一波钱，刚才可能就死了。送了观战方一波精青，喂，大哥，黑猫有什么宝宝？你看一眼就行了呗，就是你可以上去看看，你可以先上去看看。我给他配了一只耐攻，一只隐攻，两只顺法，两只盾，一只须弥，两只须弥，还一只力劈。差不多就行，对战上血亏，一只隐攻都打天赋了，都打了天赋，隐攻和两个盾都能配得上他的速度，开鸟阵也配得上，开鸟阵也能配得上他速度。那这样的话，用日月乾坤控制对战方的一速，下回合想放大特技，但是对战方如果说给，哎呀，人家解出来了，对，都有的，都能配他速度。就是他没有超签，黑猫号上没有超签速，只有两只，一只是法防的龙龟，一只死亡法防的幽灵，鸟阵也都能配得上他的速度，都打了速度天赋。不过那个幽灵鸟阵可能配不上，对，小垃圾。须弥用不用说了，须弥从你号上拿了一只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兄弟们，这里是 CC520 2017年武神坛明星赛八进四的巡回赛。那么观战方的话，这边的话是来自于刘西河，对战方是紫禁城，对战方紫禁城的这个木匠，这个狮驼是梦幻第一高伤武器，1081双加60多哈，梦幻第一高伤武器的狮驼领。而对战方的这个摩天宫的项链是梦幻第一龙宫项链，它转成摩天宫它就不是第一了。但是协议号这个是打的邀请的2017年的那个全年里面表现最好的哦，控制特技。但是这边的话先看看啊，那这个的话提前的破甲，因为他的狮驼领踩轮子，他刚才是用了象形。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观战方打的还是非常有，观战方打的条理非常清晰啊，满天花雨再走一波，观战方刘西河打的条理还是非常清晰的。我觉得雷霆万钧点着法防的电，他就想清掉这一只大死亡的宝宝，这是大死亡的宝宝。对于我怎么感觉观战方的宝宝怎么这么疼啊？不是，兄弟们，避雷打5000多，啥意思啊？那太疼了吧！不暴毙，避雷打5000多，
你不可能说高区啊，不可能啊。但是避雷打5000多，好疼啊！按爆了，应该是生死局了，有可能是生死局，你知道吗？小雷控制一速，对战方的话是一二速，刘希和硬件不是相对来说，咱别管他好坏，相对来说跟紫禁城比是有点差距，是吧，兄弟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这样的话，施多林变身出来，还是想点倒对战方，但是物理器被飘中了。其实还是观战方向强点对战方，你想强点方寸的话，你应该给他一个无字经啊，再给他个，哎呦，观战方有一只高连力破，要注意安全啊。观战方五号位被飘中的这一只宝宝是一只高连力破，对战方方寸要小心了，赶紧分身出来。对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嘛，能走到现在，能走到八强，没有一个弱者，都是值得大家去尊重、去敬重的，是吧？真心的说一句，你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谁的粉丝，比如说有些人是奇迹的粉丝啊，然后看星星直播就说，哎呀，我奇迹哥怎么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可能说我们是某一个服务器的粉丝，但是能走到八强呢，真的是没有什么运气成分，都是实实在在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击败了众多豪强。那么紫禁城来说的话，相对来说哈，硬件上确实说是比观战方这边要强一些，包括召唤兽的质量。我就这么说吧，我前两天礼拜二更新 CC 的，不是更新梦幻的，看观战方是一把点杀啊，观战方是一把点杀，看好了，因为他只要是水清就是保证不被封中。对，继续点，第一刀没有破波兰，第二刀没有破，1800 3800，完了，摩天宫不可能电死，有纸人摩天宫最多电3500，超过3500直播剁屌。那个刚才说到哪了？啊，对，刚才说硬件的问题是吧？说那个刚才换下一话题啊。刚才说突然之间我给忘了。突然之间给忘了啊！对，我是说走到现在没有一个弱者哈，是真心的说，这就是不要在意小细节啊，不要在意小细节。刚才是我兄弟，哎，我水开了，哎，真是我水开了，兄弟，我把我水拿过来去啊，你们看两回合哈，看两回合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说周二维护的时候嘛，周二维护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看对战方，要不说没有有钱办不到的事，这个经典给一个12技能全红童子，一个13技能全红童子，连打两本力劈兽诀。斧头铡还是龙头铡，兄弟你太瞧得起我了，以我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，那个血迹啊，其实那个狗头铡一般的人都配不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就是咱们连狗头铡都用不上，真的，就是像我这样连狗头铡都配不上，这真的。直接先把大唐放倒，控制一下大唐的血量，不能让大唐扫得这么轻松。反正上一本力劈成交不是20多万吗，我记得连打两本力劈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我说人家的这个天底下就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。奇迹快刷经验，好的好的，我刷经验，我去把水拿过来啊，我水我对那个我水开着呢，我把水拿过来去。那不一样吗，跟我孩子以后我得打把不魔的武器给我孩子，我说爸爸没什么留给你的，这一把不魔武器我用到现在，希望你好好的珍惜它，把它传下去，这是一把有传奇色彩的武器，他曾经跟随着我南征北战。那这样的话怎么感觉观战方这边又喝酒了呀？
不是，关键说没有医术还老喝酒，啥意思啊，大哥？你就是为了个水清吗？父母已经处了，就等我孩子了。直播多屌吗？亲亲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开玩笑的。对，一百六简易不磨，精致神游武器，但是黑帽子，对，那不是我的。试头领飞机吧，让我们看看数据啊。哎呀，烧了壶热水。再点一速，我勒个乖乖，让你喝还喝不喝？你说他是不是喝过蛇胆了？他这个防御是不是喝过蛇胆了？兄弟们，这不只是醉生的问题了，我感觉开刀4000，这能是我的语言库里面没有存储过这种惊讶词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对战方魔天空电宝宝是多少？刚才对战方魔天空刚才电的是多少？人物两个4000多，宝宝电了10000多，是刚才宝宝爆了10000多，是的，太狠了太狠了，在他号上仿佛看到了我的影子，兄弟们，对，连环击不取消变身，现在那个狮驼岭能当大堂用了，青宝宝比大堂猛，青宝宝比大堂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10000几百，嗯，因为你大堂是不可能每回合扫宝宝的，而人家狮驼他有一个追击的效果，狮驼岭他本身你知道，狮驼岭被称为万兽之王，万兽之王是什么意思？他天生对于宝宝有一种那种上位者的就是远古血脉的压制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么观战方女儿又喝酒了，观战方女儿说反正我不要命了，对吧，我又喝了又怎么地吧，今天就上头了，观察我女儿千杯不醉，现在是大哥你带多少酒，又喝酒了啊，又喝了，命都不要了。咱还是聊聊比赛，别说这么露骨的事情。哎，对战方一二速啊，大哥，观察方这个酒喝的双杀，这一个虚弥，这一把虚弥双杀，好，小伙子飞机起来，咱们看看数据，普陀山铁保护，枪都不服就服我，娘的嘞，飞到摩天宫身上飞了个4000多，这直接烧霜了，真的是烧霜一波流了呀。不过对战方最大的，话说回来哈，玩笑归玩笑，对战方最大的优势一在于说他有两个风系的速度，兄弟们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我有风系我不会开虎阵，因为开虎阵他我牺牲的速度太多，对战方你想想，双风打双风，人家是一二速，我出不出手我得看人家的脸色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得祈祷别人封不中你才有可能出手，你出手还有可能封不中，这一来一去差多少了，这一来一去差太多了。所以说我那么再次又得回到，不得再次回到我刚才说的，你还觉得琴仙卡牛逼吗？现在你觉得琴仙卡牛逼吗？不是摩天宫爆得很凶吗？我不觉得琴仙卡有多么牛逼，有些感谢你让我又来，兄弟们，其他兄弟包裹里面的人气票摸摸拿走一走，我哎呀我勒个妈呀，这摩天宫没有罗汉跟疯狗似的呀，真的跟疯狗似的，我的天，这要慈航吗？对战方有一只龟速呀，大哥，690，人拉武装拉大堂长驱，叫一只龙龟啊，对，没喝酒哈，人拉，炸了，哦，好了，微微，你给我发个20码，你顶号吧，微微，你给我发个20码，今天我得提前便宜你了哈。我安排我们妹子去，微微，你给我发个20码吧。喝真露不显示啊，喝真露不显示的，真露是的。你发个20码，哎，我给你扫一下。
OK， 去吧。卡片应该够了，进阶卡还有五次，然后还有两次那个，还有两次那个什么卡，你去吧。那个他在那个华山里面等你了。蛇胆没显示，是的，蛇胆也不显示。嗯，喝珍珠不显示，蛇胆也不显示，对，他现在看不出来了。嗯，喝不喝？崩了崩了崩了，这个没机会了，这个真的是输出有点爆炸，因为关键方这边他没有速度，完全接不起来罗汉，一个摩天宫电的妹子就这么送人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一开始以为那个默默是妹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沙莉，我问沙莉，我说默默是妹子吗？沙莉还故意不告诉我，后来。等一会儿咱打完比赛咱们就去看，我去直播他们打华山去。来，咱看比赛，别着急，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呢，晚上还有一场。观展方这边生气了，去封须弥。你封须弥，不要去偷听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龟速高四七起不来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两只，完全起不来，直接炸三千。木匠这师徒还可以，嗯，黑猫来了，我已经委派咱们的那个队花。咱们的团花去操作了，对，还可以，哈哈哈哈，咱这不是为了吹牛吗，黑姐姐啊，咱这不是为了吹牛吗？这话说的真轻松，人家是第一狮驼岭，大哥，并不是每一个狮驼岭都是这么刚猛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并不是每一个狮驼岭都叫木匠，并不是每一个封天宫都叫奇迹。八千，太炸了，太暴力了，真的是太炸了。对，什么数据啊？飞宝宝八千开刀，飞宝宝八千开刀，没有数据，就是这么猛。嗯，这个主播可以，你以后必火，兄弟，你这暗指我有凶。实不相瞒，这个小黑，其实人家说有勾必火，咱们直播间很多妹子都没有我的胸大，我这不是我吹牛，真的。我以前刚出来干活的时候100斤，我现在150斤，你算算吧，我这50斤肉长哪了？总不能光长屁股上吧？对，第一狮驼，你跟你开玩笑呢。嗯，咱都是调侃一下，调侃。说真的，这真的是就，给我震死他！给我神八次反震！这是结束了，知道吗？这是结束了，这是结束了才这么显示的。最后。